对，但是你知道，你知道你面对的情况也比较特殊啊。这边就德国这边是在和他谈。我没地方传递，我又没手机，我没电脑。那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我们这边就是，主要是他们，他那个外交部的那个发言人，他是这么说的啊，他就说那个，就说你完全是享有中国法律。这边就是说，那我就是我跟你说一下，这边他就是，我们去把你给那个接过来之后呢，就说就找一个地方是就叫文学之家，那个文学之家呢，就说给你有一个过渡。过渡之后呢，就是进入一个艺术家的这么一个计划，就是然后他各方面的反应他都还是比较积极，大家也达成了一个共识，这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一个事情，
刘晓啊。他就是老逼着我弄那些我做不到的事情。